迎大家收睇《威言大義》啊！因為昨晚美股大跌400点啦，所以而家咧喺我之前訪問佢嘅前面片頭前面加下佢 Alice Wong 對依家現況最新睇法之後，再播出我哋上個禮拜嘅訪問。港股方面咧，就應該會中港分家啦。啊，相關大陸嗰啲其實就未必會太差嘅，尤其係消費類型嗰啲。咁啊，香港本地藍籌股就應該都會弱㗎啦。咁就不過收租嗰啲，即係如果有啲即係耐性肯捱打嘅話，都可以揸住，但係就冇加咯。即係相比其他地方嚟講，香港會係比較難升啲。同埋即係如果你真係香港嗰啲收租嘢會升嘅，其中一個理由都係個債息係壓落去嘅啫。咁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都是要賭那個債是繼續強才得，所以既然是這樣，你不如買債好過啦。那變成香港的公司其實個吸引力就下降了，經過這個輪之後，那就如果真的想買的話，要是就買 A 股，要是就選擇一香港那些消費類型的中資股，想都 OK 的，那就未必會很衰咯。那美國方面呢，那其實整個關鍵就是美債其實30年息那個跌穿兩厘都是一個幾衰的息怒來的，就是代表大家覺得一個很長的時間經濟都是沒什麼增長，沒什麼通脹，就但是不代表股市一定衰的，就是跟以前那個傳統想法就可能有些不同的，我自己覺得兩類型的公司咯，一是就是要所謂很 disruptive，即是可以搶人哋市場嘅崛起嘅新型嘅公司啦。咁呢一方面即係而家暫時嚟講係以雲計算為代表啦。咁呢啲就即係始終即係就算個整體經濟唔得嘅話，其實將會進入一個弱肉強食嘅世界，啲人都會買嗰啲啦。另一啲就係會覺得話，即係就算係經濟衰退都好啦，都會長期 OK 嗰啲所謂老土股啦。即係啲譬如好大嗰啲跨國嘅消費品牌啦，即係代表好似 P&G 嗰種啦，咁呢啲其實都唔會話太差，仲可能仲有機會向上。咁但係嗰啲金融啊、資源啊呢啲純粹同宏觀經濟相關嗰啲咧，就應該即係會死得好慘嘅，都繼續都會。咁所以就即係兩極化咁樣發展啦。咁就未至於話會好差，咁美股最大嘅問題就係太貴嘅啫。咁你而家高位落咗，其實都未夠聽嘅，咁就都唔算話調得好離譜。咁但係即係就算佢跌嘅話，我諗之後都唔會話真係顯著得好交關啊，同埋即係都會好頭先咁講，兩類型嘅股票，一係就 disruptive， 一係就係啲老土股。就會受追捧咯，咁即係所以喺個選股個時候就要小心啲。咁其實即係總結嚟講，香港同美國都係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啦，咁樣。係啦，歡迎大家再繼續收睇係威言大義啊！坐喺隔離係英 Sir 黃國英啊 ，Alice 歡迎你。有咩股份係可以揸10年？美股、港股都得。我覺得你翻去自己 check 翻過去嗰10年先啦嚇。咁你維他奶揸咗幾多年啊？就嚟10年啦。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以我哋個分嚟嘅為準啦。你自己咧？我分就係8年，自己就少少地10几年啦，嚇咁樣咯。咁即係我諗，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即係我都講，我哋即係主要係3样嘢啦。Network 即係製造一個網絡出嚟，品牌同埋呢個收租嘢啦。咁收租嘢你未來10年你可能會冇之前10年咁易啦，因為即係嗰個可能網上。嗰啲互聯網生態影響個收租嗰個價值可能有啲變化啦，咁但係你網絡同埋品牌就係你要諗嘅嘢啦，但係品牌就個 risk 好大啦，係啦，網絡就會好穩陣，但係個問題就係好貴，即係成功嘅網絡其實已經成咗型，但係就好貴咯。品牌你話都好大 risk 嘅原因係咩啊？一撕折咁咯，一過氣就過氣咯嚇，即係你唔知 Lululemon 可以興幾耐噶嘛？譬如係啦 ，Lululemon 你唔知即係。譬如有些我們都覺得 up and coming 的，我當你 Shake Shack 先算啦嚇。Shake Shack 我們覺得到，但係 Shake Shack 究竟會不會紅到10年呢？你要逐段逐段看的喎。明白，不如講下你自己持有股份超過10年的維他奶。
仲有邊隻？領展咪過十年，地鐵咪過十年咯。地鐵係咯。美股咧？美股冇十年啦。美股我哋主要我哋衝落去美股嘅話，你可能係講緊2012年開始積極啊嘛。Disney 肯定有 Disney 嗰陣時七八年咯，係咯，就係咁啫嘛。Disney 啦，Disney 都都有出入嘅，有一段時間，即係 before 今次 break out 之前，其實我哋都有一段時間係冇嘅咁樣咯。CME 你都講咗幾多年 ？CME 我哋講咗好耐，但係 CME 都係最近先買翻啫。咁但係而家又冇翻啦，暫時就係咁咯。好啦，啊，咁就講翻啦，維他奶，譬如維他奶啦，啊，頭先講咗啦，譬如依家如果買維他奶或者領展，啊，或者譬如你話仲有邊隻啊？唔係啊！如果你講緊而家咧，我即係我哋係賭一啲新興嘢㗎啦。講真，即係你賭啲新興嘢，但係你唔知嗰啲新興嘢可唔可以維持到十年嘅。即係老老實實你，你唔係話我一買就買住十年唔理嘅。而係我應該 mentality 就係話，咦有得賭喎，咁然之後跟住就逐個業績睇。係。咁你一路睇睇下睇下有冇賴嘢，係啦。如果賴咗嘢嘅都冇所謂嘅，佢真係賴完嘢之後，如果你重新得翻嘅時候，你要買翻啦。係。即係迪士尼咁賴過嘢，然之後重新得翻我都買翻啦。係。咁。即係譬如好似海底撈咁，我哋都揸咗啊！即係由上市第一天我哋揸到而家啦，係啦。咁我唔知道會唔會揸十年嘅。As long as 佢 OK， 我咪繼續揸咯。明白咁樣啦。譬如我啲有啲係啲老嘅觀眾咧，譬如我依家買維他奶、領展、港鐵啊、月供，咁我覺得都 OK 嘅。繼續都係即係譬如騰訊咯咁樣，或者阿里巴巴咯，咁你其實都冇乜所謂嘅，係啊。OK， 如果 risk 咧，咪又係領展嗰啲冇特別啫，七七八冠軍呢啲都 OK 係咪？都 OK 嘅，冇特別啫，呢啲都係。明白。你最近有咩睇咩啲戲啊？戲我咪如果你真係要推介嘅話，我咪《上流寄生族》咯。嗰個韓國嗰個係嗰個點解啊？哇！咁呢套我覺得係神作嚟嘅喎。首先嗰個我應該仲有 OK， 但係嗰個。首先，那個劇情推進其實你係未，你好難會估到啊。嗯。即係如果你冇睇過的話咧，其實你好難一路睇一路，你覺得好期待，唔係好公式化啦。都黑色有啲黑色幽默㗎。係，但係你好唔絕對唔公式化。唔公式化。佢講一個貧富懸殊嘅故仔。係。而有好多發人心聲嘅地方。例如咧。首先就係你有錢人，你作為一個有錢人，你一定要好體諒。嗰、那個低下階層幫你做緊嘢嘅人嘅心情，即係譬如你嗰個人點解會殺人咧？嗯，就係佢幫佢個老婆去啊，即係我劇透又要嚇，即係你因為你佢人哋經歷咗一個好 tough 嘅一日，係，然之後你又嫌三嫌四，觸發咗個情緒，好少嘅事，同埋你話佢心上有啲味道啦，係啦，咁你就跟住仲有就係你你真係唔知佢個佢 after work 個 life 係點噶嘛？你真係唔知個 personal life 係點㗎嘛？你可能真係即係就算呢、這個而家呢個情況更加之係啦，即係大家你見到啲人，其實你都要理解啲人嘅行為，因為你可能真係 OT 咗30個鐘，或者 OT 咗20個鐘，跟住佢人都就嚟個精神狀態都就嚟癲嘅時候，你走去即係同佢喺度嘈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你要體諒啲咯，即係做人其實係 understanding 啲啦嚇。另外一個就係其實。即係你調翻轉頭諗到好 sad 嘅就係、是、即係我當你而家香港啲人喺度即係 strike for democracy 啦。嗯。其實我哋最 best case scenario 我就變成一個南韓啦。嗯。即係 best case scenario 就南韓啫，即係我意思就係變成一個南韓嘅 system 啦。嗯。嚇、啊，即係南韓有一個超級獨裁嘅變成咗一個民主嘅制度，呢、這個就係我哋最好嘅 scenario 嘅例子啦嚇、啊。但係結果 end up 都係上流寄生族。即係你都依然都係一堆財富，然之後跟住就我哋一堆人就去 serve 嗰堆財富，咁其實即係成件事就係究竟即係都幾 sad 嘅，就係話我哋可能你都 end up 係你都走唔甩呢個上流寄生族嘅命運咯，係啊，只不過你點樣做，即係你點樣做上流寄生族，而上流寄生族都有兩種嘅，一種就係好似嗰個揸刀嗰個住喺個地下室嗰、那個，佢見到你記唔記得佢見到嗰個 master 嘅時候，佢係 respect 噶嘛，敬禮噶嘛。另外一個就捅死佢噶嘛。兩種 mentality 嘅，其實都可以咁講。係啊，咁其實都係我成日覺得話，即係 even 你覺得我哋個 system 係有問題，
我哋需要更加 fair 啲嘅 system。但係個 system 嘅轉變係唔會 solve 到任何 personal problem 嘅，我覺得係。咁呢個係一個 fantasize 咗嘅夢想。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值得即係諗嘅地方嚟嘅嚇。不過依家唔會諗咁遠，因為貧富懸殊得實在太犀利。唔係，咁我覺得咪話就係咯，即係你成件事就係因為呢樣嘢咁樣去 trigger 咗好多嘅 social movement 啦，唔係淨係香港啊，四圍都係啦。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點樣去搞嘅話，你都 end up eventually 都只會係一堆財富 replace 一堆財富咯。嗯。然之後大部分人嘅命運都繼續會係上流寄生族咯。我想你是看得花很遠咯，即大部分人不會看到那麼遠咯，即你會想得 few steps afterwards。大部分人說你先給了這件事我，是不是？是，問題就是即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你在爭取這件事的時間，你都不可以荒廢另一些事咯。對。對咯，即很簡單而已，即以我們這個 age 來說，大家都經歷過即八九六四啊。六四。咁八九六四嘅時候，我哋都係即係中學、大學生啦、大學生啦，咁你非常熱血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出嚟社會之後，咁我哋都唔會熱血一路 keep 住，好似嗰陣時咁高度熱血到乜都唔順，即係話淨係得做一樣嘢，乜都唔做啊。咁結果如果唔係嘅話，你可能就會用咗好長時間，純粹喺個夢想嗰度。所以其實 being practical 咯都要，即係喺你追求夢想嘅過程入邊，你都要 being practical 咯。黃先生最近有沒有請 Junior？ 不過他的 Junior 呢，他的 age 已經是 Senior， 但呢他是想幫你打工，他的 age 呢是 Senior， 那些 Senior 可能，我不可以說 Senior， 他說跟你差不多年紀，但可不可以請 Junior 幫你打工？我們是很有趣的問題，不會再請的了。你剛剛請過嗎？我們請了三個新人回來，年輕的，都不是的，有中年有年輕啦。你請中年做 Manager？都不可以叫 manager 嘅，做 trading fund manager 咯。冇經驗嘅，有經驗炒嘢，冇經驗做呢啲嘢咯。Interesting 喎、你好少請呢啲中年喎、真係。其實因為最主要原因，我都要 plan 即係下一個 phase 嘅公司嘅情況嘅。咁啲人都有話我，即係你咁多嘢，咁多範數，又做嚟啲咁嘅訪問啊，又寫稿啊，又要去旅行，又要見公司，又探訪啊咁樣。邊軌道有咁多時間啊？咁其實我都已經算係即係好精力充沛咁做好多嘢啦。做少少啲訪問。係啦，咁所以即係咁，我都要 plan 緊，即係我要將啲嘢慢慢即係去 delegate 出街㗎嚇。咁但係呢個我係需要時間。你講句説話咧，就話：，哎，你條友咁樣，其實好似話你咁多嘢做咁樣，咁跟住你點有可能做得咁多啊？咁首先第一件事，你睇我個分做成點先啦嚇。即係如果我分做得一撇屎嘅話，咁就我就即係抵鬧啊。咁但係我分都唔係一撇屎啊，咁樣嚇。咁你不如鬧嗰啲渣過我嗰堆啦，係咪先？咩人鬧你咩？有好多呢啲，你上下連登睇都知啦嚇，即係連登都有㗎。我冇乜睇連登。唔緊要啦。Anyway， 連登鬧你做乜鬼？咪就話我哋渣咯。咁跟住係啊，咁都叫渣嘅話，你咪渣過我嗰啲，咁就全香港都大部分啦咁樣。好啦，咁你可以鬧嗰堆人，即係你佢哋喂佢冇去咁忙都仲係咁樣啊，嗰啲應該鬧咁樣啦，係咪先？我咁忙都仲有咁樣，就算係咁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要令到我將來可以即係喺六十歲、七十歲嘅時候都可以 manage 得到有咁嘅 performance， 我要 invest 嘅。你講係易喎。我咧，我係要拎可能你講緊嘅，即係 financially 一年要 additional invest， 可能係講緊百幾二百萬嘅 salary 出街，仲係一個 unknown 嚟嘅喎。咩啊？百幾二百萬你請幾多個啊？你請好多個都話。OK， 仲未計 related expenses 咧，係咪先？咁你好啦，咁仲有我哋裝修過咧，又嚇即係租大咗個地方咧嚇。咁你半年前嘅事係咪有咗？係啊。咁你即係我哋係要即係你要明白，即係我同好多呢啲唔同嘅就係佢哋可能係諗住話，我借一個浪跟住退休啦咁樣。但我哋係做一個 sustainable 嘅 business， 即係一個長遠啲嘅生意嘅角度去諗啊嘛。即係我唔會話今日牛市我就做，因為我好多呢啲年青細我一截十二年到嗰啲行家我認識嗰啲咧，通常都係攞咗個 bonus， 跟住就辭工。攞辭
然之後等個市差唔多跌夠啦，咁啊差唔多好翻啊，再嚟過啦咁樣。咁而家就好 happy， 個市差咗啲就準備嚟過啦，但係嫌未夠低咁樣啦，嚇又未嚟過咁啦。咁好多呢啲 mentality 嘅，即係佢哋唔係諗住話即係。他們就想著好像炒股票一樣，將自己當一隻股票這樣炒的，即是低位就入場，跟著高位就出場，跟著就不用那麼辛苦的中間這樣，這個是很多低我一截十年左右的人的 mentality，但是我們不是的，大佬，我們是我請人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準備下一個，即是我要準備這個 sustain 到 的 business 咯，但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問題來的，就是香港社會一個縮影應該說，因為我都係 plan 到去，我覺得捱多二十年啦嚇，咁捱多二十年我七十啦。你諗住打到七十啊？好啊。唔係，咁我申請嗰班人咧，你講緊可能係即係 middle age 嘅，可能四十松啦嚇，咁你就變咗六十松啦嚇，咁六十松，咁佢哋都仲可以有唔錯嘅工作能力啊，以而家啲人嚟講，咁其實你諗下即係。你望長的話，其實我們 offer 給年輕一缺 的 positions 的空間，其實 opening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縮影就是說，因為我請後生的，其實我是貴過請中年的。為什麼？因為我後生那些我們需要 invest 差不多，我覺得是最少要兩年時間，去令到他會有 contribution， 開始有 contribution， 什麼都不懂嘛，因為但是不 guarantee 喎，呢個係一個實驗嚟嘅喎。係。咁變咗其實佢哋會幾唔係有咁多人好似我哋咁樣，你覺得會肯去俾即係一個咁樣嘅 investment 出去咯。咁所以我哋都係請咗一個，但係個好處就係因為佢哋會跟我哋嗰個方法、那個思想個方法去做咯。但係嗰個係完全係冇經驗的。我特登請個冇經驗嘅。哦。因為 model 得易啲。即係佢哋自己識炒嘢，唔係，即係我意思係佢冇，唔係好識，淨係即係你 draft 過有 potential， 但係就冇乜 proven record 嘅嘢。即係我絕對唔請嗰啲投資比賽第一名嗰啲嘅。點解？學壞先。哦。個 risk appetite 太高。係。係啊。係。risk management 應該比較差。嗯。係啊，咁樣咯。哦，反而是年紀，你以前不是的，你以前不嬲都請啲後生喎。我第一次聽你話請啲四十歲。因為佢哋都自己耕耘一段時間啦。哦，即係有啲成績嘅。係啦，你識嘅，我識嘅，咁就未死得嘅咁樣咯嚇，咁已經係 OK 啦咁樣係。明白，你已經請咗啦，唔要再請。冇啦，唔會住啦，係啦。呢啲你點樣識嘅？我諗我幫好多人問啦，我點樣將來有機會識到你，變咗幫你做嘢學嘢。即係就算當我而家個 intern 都係啦，intern 佢都係成日嚟我哋啲講座嗰度噶。咁佢起碼你經常出現，咁跟住就同我講下嘢，咁跟住我知道佢咩料咁樣咯。明白。咁跟住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即係冇辦法嘅。其實你忽然之間彈出嚟嘅話，我都覺得即係比較難啦。而家係。Interesting。你平時工作壓力一定比人大，有啲咩早晨嘅習慣？有冇冥想？我嘅答案就可能鬧人咯。有啲咩工作壓力減壓哦？你除咗鬧人之外，仲有啲咩減壓嘅？嘅方法咧，睇下戲咯，睇下 Netflix 咯，咁跟住你咪練下氣功咁咯。你朝頭早會練噶嗬？我唔係，我夜晚練嘅而家。OK， 好，幾集啦，希望佢第時再得閒再上嚟啦。多謝 Alex， 多謝大家。好。